Windows XP PPTP 客户端配置演示。首先，我切换到 Windows XP 下面。点击开始网络连接，要点击新建连接上套，输入选择连接到我的工作区，点击到连接到专业网络，这里写着一个，我们随便写着一个，我这里写个 PPTP 吧。主机名，这里选择你服务商提供的IP 地址或者域名，我这里先忽略，你要点击下一步，你点击完成啊，这个要我们右键属性选择地址，输入我们服务商提供的那个 IP 地址，这些都按默认的，然后这里选择 PPTP， 然后点击确认，然后我们再输入上机一下，然后输入营业商提供的账号和密码，我这里输入 paste， 然后这里勾选的保存，这样下次连接的时候就可以保存，然后点击连接。好，连接成功了，那我们可以连接成功以后，我们可以用个浏览器。选输入 rp.kk.对，可以看一下新 IP。可以上网了。要我们要断开的话，直接这样断开就行了。好了，关于 Windows XP PPT 客户端配置演示就到这里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，关注我的公众号，给我留言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